猪猪，猪猪！哦，猪猪，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？经理，怎么办？好伤心！不要哭了，猪猪呀，把身体转过来跟我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要！猪猪呀！猪猪呀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听我说，经理和坏人打斗了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，怎么办呢？不要担心，猪猪，我们洗干净之后重新打扮不就行了吗？什么？真的吗？当然当然，经理来帮你好好打扮一下看看吧。谢谢你，经理。好，那么先把猪猪召唤到经理手机里，召唤。成功啦！ No！天哪，猪猪的脸上长了好多痘痘。不要担心，猪猪，我来帮你洗一下脸哦，用香皂。咻咻咻咻，脸上涂满泡沫油。Win， 把脸洗干净，用水冲洗干净的。脸上还有好多水油。用毛巾来擦干净哦，咻！接下来往脸上涂一下对皮肤好的面膜，往脸上咻咻涂上面膜，均匀的、均匀的涂好哟。猪猪呀，你像绿巨人。经理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不要担心，猪猪，用水洗干净的话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了。你看，咻。香皂洗干净了，还做面膜，脸上的痘痘还在哦。请你快把痘痘去掉。在我看来，只能挤出来，从下巴开始。加加，眼睛放上黄瓜。往脸上涂上一点润肤膏，洁白的皮肤完成。哇，看我的脸真的变干净喽！来挑一下美瞳的颜色，红色、棕色、黄色、绿色。哦，这个看起来很漂亮，这个怎么样啊，猪猪？我也很喜欢这个。涂上腮红，涂一下。眼眉用棕色，不错。眼皮上涂上眼影，试一下黄色吧。涂这里。啊，经理，这个有点不适合我。经理也那么想的。那么，用紫色。经理最近非常喜欢紫色哟。哦，不错哟。另一边。涂上紫色的眼影，加加。好，那么最后喽，来涂一下嘴唇吧，粉色粉色，粉色粉色。哦，果然还是粉色好看。接下来来跳一下发型吧。哇，快看哦，有好多五颜六色的头发。猪猪，你平时有没有想尝试的发型呢？我的头发一直都是金色的，我想尝试深一点的。深一点的？猪猪的头发变暗吗？那就选黑色。猪猪啊，你好像不适合，不然选灰色。哦，经理的头发也是灰色的，这种颜色也不错。要不然弄个五颜六色的吧。彩虹。彩虹猪猪，紫色和粉色混搭的。哦，这个也漂亮。但是呢，猪猪他想要弄一个比较暗一点的，这个吧。终于是最后一步，我们来换服装。猪猪，上衣和下面分开穿的好呢，还是想穿一件呢？我喜欢连衣裙。真的？首先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件衣服吧。穿裤子的猪猪，哦，这个也不错呀，猪猪哟。但是呢，你说想穿连衣裙，
也不错哟，有好多新衣服呢。哇，这个也好漂亮。哦，不错哟，这件衣服也不错。但是猪猪，当然少不了粉色粉色的衣服哟，穿一下以前风格的衣服吧。这件像从莲花里绽放出来的，果然粉色特别适合它。哦，冰淇淋，冰淇淋款式的连衣裙。哦，这个是猪猪平时穿的衣服，猪猪平时就穿这件衣服的，对吧？这个真的很适合它。哇，紫色的裙子真的好漂亮。好苦恼，发卡该怎么办？哦，基尼的衣服和头饰的颜色是一样的，猪猪你也配一样的。现在穿着紫色的衣服，头饰我们也来挑一下紫色的吧。让我看看，这个是紫色。这朵花不错啊，这朵花不错哟。你看，和你脖子上的花是一套又一套，那么脖子就用这个，耳环也用紫色，全都是紫色紫色。鞋子也给他穿紫色的。试一下这个，花花花。啊，这么一看，我也是紫色，金妮也是紫色，我们穿的一样。哦，真的耶，今天我们穿的一样。好，那么换一下背景吧。紫色的厨房、卧室、客厅。哦，这个不错。好，这样的话猪猪就完成。哎，哇，金妮真的好满意哟，赶快把我弄出去。没问题，那么猪猪召唤。哇，猪猪，亲眼看见猪猪真的好看，我要去向其他的朋友炫耀去喽。金妮，拜拜，慢走，猪猪。